赖佩与赛琳娜合作推出的新曲28日一公开就话题满满，成员们穿的衣服同款大热卖，歌曲也直接登上发烧衣。不过在歌曲 part 的分配上却引起了众多粉丝相当不满。首先是门面激素不光被分配到超少歌词，连个人镜头都少得可怜，只有短短6秒，而身为主唱的 Rose 分到的 part 却垫底，成为全队唱最少的成员，让粉丝大批公司太过分。原本是主 rap 担当的 Jenny 虽然唱歌的部分和镜头都很多，但也有她的粉丝站出来抗议为什么不给他唱 rap， 反而是主舞 Lisa 唱了整首歌的 rap， 也因此 part 最多。比例差距太悬殊的分配，让成员们的个别粉丝都开始抱不平，要公司公平一点对待每位成员。